我现在点一发看看啦，我现在点一发看看，这个要点到加六嘛，好，加六。我现在点一件看看。哦，第一件加五过了，该不会马上毕业吧？来喽，加六，噩梦杰克盔甲 ，Go！ 哎，过啦，那我结束啦。等是，我直接结束啦。哇，今天一件上哎，就是活动的卡池，我一件就结束啦，结束啦，结束啦。打完收工，打完收工，但是还有武器啦，这是防具而已。我只想要拿这个而已啦，我只想要拿这个幸运的心念。这个真的舒服，真的舒服。来喽，加七那个噩梦锁链剑 ，Go！ 死去没了 ，Go！Go！ 来，死去，给我加七噩梦锁链剑，给我有了，梁元志，我们毕业，我们毕业，有啦有啦。你近远攻加二，经验值5%，哎，这个你不拿真的过不去呢。有了，舒服舒服，没有没有 ，DK 我先做一次这个，我再做保底的，因为我可以啊，我可以这样子做，一起来一起来，谢谢聊天室的集气啦，我们看一下2019年最后一发万能药，如果再失败的话，这也是我玩天堂 M 的最后一发啦，除非哈佛万能药满，对，不然的话我永远不会再碰啦，第11次啦，来咯，万能药制作。Go！ 死去！为什么？好，我们攻击力增加一点，耶！攻击力变成72喽。